大家好，我是恩科，今天做一个大豆包子。你看，土豆，都切了吧，都。哎呀，哥，啊，哥，这么多土豆干啥呀？不割点肉嘛呀？啊，没事，肉也割呀。啊，土豆也割，肉也割。哎，这是羊排。搁点盐苗，这个生醋，这现在腌制搁一会儿吧。看着就好吃啊！腌制好的这个菜和肉搁进去，先搁一部分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哎呀，闻着就可香了，哥，香香真香！哎呀，这就是豆包肉的 plus 呗，就是豆包肉的 plus 呗。这个东西，这样的东西行。吃这方面，恩科哥啥都会做啊。开锅，开锅，挖热的，啊，呜，输给他们。好。这一蒸就行了，也就是蒸40分钟，吹开了，点火吧，还胖子点火吧，那就。哎呀，火是点好了啊，就等着吃吧。哎呀，等待的时间真是漫长呐。